2015年元旦00:00，寓意吉祥如意的32钟72鼓在漳州龙海海城城隍庙响起，祈福的钟声同时在漳州、泉州、福州、宁波、南京、广州等9个中国城市上空回荡。这是首次联合撞钟迎新，也是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祈福。漳州海城城隍庙是世界上最大的城隍庙，第一殿大门向内的门楣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铁算盘，昭示着通商口岸、生意算计。在明代粤港兴盛时期，商船从粤港出发之前，城隍庙必定要钟鼓和鸣，这样的撞钟祈福活动就流传了下来。我们这个城隍庙至今是445年嘛，以前比较落后嘛，都是用那个房靠风、靠天来吃饭的。他粤港从粤港这边出去来这边经商，要出去必须要来这边拜城隍爷啊，祈求那个出门出入平安。如果城隍爷寿诞那个生日的时候哈。有起码有10万人，主要是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台湾。海城粤港兴起于明景泰，终于清康熙，在每个码头上有真武大帝、妈祖、关帝不同的保护神。一直到现在，这些码头还在被庞大的进香团使用。粤港是明朝中后期中国唯一合法的贸易始发港，经历了宋元时期高度发达的自由贸易之后，明清两代开始实行海禁政策，只留下一两处港口通商。可是从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粤港是一个处于腹地的内河港口，地理位置并不优越。那么为什么历史选择了粤港，成为了大航海时代中国迎接世界的面孔？为什么世界选择了粤港，成为连接国际市场、建立全球经济体系的节点呢？这个雁海楼啊，它是建于明代的万历十年，目的是什么？第一个，作为一个军事防御系统，它跟那个土城构成了一个军事体系。那这个通道是发现了敌情的时候，发现了倭寇的时候，哨兵当时没有手机电话，就通过这个地下通道，然后发现那个敌情，马上跑到县衙门去报道。那这个出口就是差不多1.2公里，直到那个当时的县衙门，然后再组织我们兵力进行抵抗。400年前，雁海楼即是航标，也是瞭望塔，在上面登高望远，可以发现九龙江入海口4个小时航程以外的船只。明代学者张燮《东西洋考》明确载述，漳州外贸
先是发博在南诏之梅岭，后以海贼耿祖改道海城。明洪武初年，因为倭寇骚扰海盗抢劫非常猖狂，骚扰了沿海六省。那当时所以明洪武四年就下令海禁和迁界，那把广州港、宁波港还有泉州港都一律关掉，取消了都那个船舶。那所以当时的很多那个江浙一带、闽南一带的那个大商人，为了生存那个发展，偷偷的在这边进行走私贸易。从正德年间，1426年，一直到了那隆庆元年，国家才承认，政府明朝明目中才承认他合法地位，所以那变成了一个隆庆开海。所以隆庆开海是我们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资本主义萌芽就从这里开始。在九龙江沿岸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码头100来个，最重要的海城粤港1公里的区域内就有7个大的民间贸易码头。当时这7个码头的功用不同，有的是内陆码头，有的是外国船只停靠的码头，有的专门纳饷的码头。这条1200多米临江古街是明代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临江古街，它当时的有了开了13个行，啊，有在那个售大米的，销售大米的，还有销售那一些烟叶的，从那个马尼拉从西洋传过来的那个烟叶的，还有什么那个辣椒啦，一些外来的货物，也有我们本地从江西的，从内陆武夷山呐运下来的茶叶，很多都有。所以我这条街非常繁华，还有糖业，还有那个什么那个丝绸啊，所以非常繁华。那还有当时的记载，这里的外国人啊，荷兰人跟西班牙人啊。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犯东西二洋。公元1571年，西班牙殖民者开辟了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至吕宋马尼拉的贸易航线。王世茂在《闽部书》记载，凡符纸、丝绸、张纸、纱绢、全之蓝、盐之铁、符章之菊、福星之荔枝、全掌之堂、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齐航大海而去，皆依备天下。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明朝出现一个全面的开放局面。从1567年到1644年这段时间，海外流入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000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通过对漳州外来钱币和相关史料的研究考证，林南中写下了《闽海币源》《漳州外来货币》。在我们漳州啊，多少钱我们是读着多少雷，那这个雷跟普通话的这个钱的区别，那为什么会读成雷，它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就跟粤港当时跟海外贸易是息息相关的。就当时西班牙流进来的货币呢，它的货币单位叫做瑞尔，那外币这种在漳州的这种影响呢，也不单单是这个雷字，它是渗透面非常的广。比方说在漳州进城城隍庙里面有一个当时海外各个铺口捐献他的，当时他收了一个水灾嘛，
就是各个商号捐献多少钱，他记账很详细，细化到多少钱，就写多少账，占领的这个账。林南中考证，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西班牙、荷兰、墨西哥、日本、英国、美国大量的外国银元源源不断地流入漳州一带，从清中叶一直到民国初期，漳州官方和民间交易、纳税、商业记账都经常以番银作为结算货币。漳州南靖县它有一个村，它整个村就是都是移民，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当时它也是荷兰的殖民地嘛。那这个村的寺庙里面的碑刻上面呢，就记载就是说，当时海外华侨回来捐献，就是说修建寺庙的时候，他捐献的他不是像中国说捐献多少两，他直接就是荷银，荷是我们和气的荷，就代表当时的荷兰，就是说使用的他们捐的就是用荷兰的银币来捐。通过粤港连接了海上丝绸之路，外国银元大量涌入漳州，广为流通，在市场的作用下推动了中国货币的改革。清朝道光年间，漳州铸造了我国早期地方自铸银元漳州军饷。漳州军饷，它的铸造时间，是在道光二十四年。虽然也有人说它是郑成功时代或者乾隆时代等等，但是我是认为它在道光二十四年是符合当时的这种历史背景。因为台湾它也铸造了一种叫做老公银啊，老公银它是在道光六年七年，比漳州还略微早了一点。因为台湾当时的货币流通现象跟漳州是十分相似的。所以这种币制地方先行铸造的这种可以以枚点数的这种货币呢，又慢慢的去推动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来铸造这种货币。那到了当时就是说有吉林也有铸造，上海都是属于比较民间性质的。那后来就是说官方的在光绪十五年就已经获得批准可以铸币，那十三年正式铸造了广东的广东光绪元宝。西方经济圈骤然的交汇融合，在世界形成一个整体的历史进程中，通过粤港连接起来，滚滚而来的白银推动了中国银本位置的确立，并且使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形成了一个全球贸易网络，并由此改变了世界的历史。那当时中国的时候本身就不是一个产银国家，而且当时在这个明朝万历年间的时候，那张居正实行了一条变化，把原来的劳役地租改成货币地租，那这样呢白银的需要量就越来越大了。那中国又不是产银国家，白银的需要量越来越大，那银价就飘升了。那这样的时候，他西班牙把墨西哥银元载过来的话，那这个整个价格的差别就很大，所以就吸引了很多中国的商人，特别是福建的商人，就从粤港这个地方出去，把丝绸出去换他的白银进来，那整个贸易就发展得非常快。那这样的时候呢，那西班牙人也找出了这条道路了，让你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专门卖白银起家的西班牙王国了。那这个银价的上升呢，又促使你西方各种产业的发展。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它也对英国的工业革命也起到了一个奠基的作用。
当时的马尼拉每年有10000多名商人集聚市场，等候着季风从粤港送来的消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港口的兴起能够如此迅速地给船队带来财富与梦想。在大航海时代自由贸易的风帆下，那些商船驶出粤港，经过厦门，回到世界。差不多10几年前，我开始收集的是资料，那我越来越了解了厦门、泉州的福建的那个文化历史的非常丰富的，大家都讲的北京、西安的，但是我们福建的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我买了好多书，几百本，就是100年前、200年前的书，很多老照片的地图，300年前的法国人的地图，这是法国人的 Amoy， 很有特别，因为 Amoy 一般是 Amoy。但是法国人 E-M-O-W-I Camoy 这是金门。在威廉布朗来到厦门之前，这个热爱旅行的美国人已经在30多个城市里生活过。他原本没想过在厦门居住，更不会想到自己在这座福建的海滨城市一待就待了将近30年。他有一个中文名字潘威廉。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他在泰国，那时候很少有人打那个国际电话。他说，我听说你把公司放弃了，你要到中国学中文。我说是的。他说，你没有听说过厦门？我说你没有，也老婆刚生孩子，今年可能不行，谢谢，拜拜。5天后又有一个人打电话，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一起。他在加州，他打电话，他说他也听说我把公司放弃了，很多人以为很奇怪把公司放弃了要到学中文。他说，我听说你把公司放弃了要到中国，有没有听说过厦门？我说有，5天前，太巧了。所以我们就第二天就爬到洛杉矶，跟他见个面，给他介绍了厦门。厦门引起了潘威廉巨大的兴趣。来到这里后，他搜集了大量关于厦门文化的史料，其中有许多是近代的外文资料、老照片和西洋铜版画，这些从当时世界的另一个维度记录和理解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厦门所呈现的面貌。我在美国，我去很多地方找到这些90多岁的、100岁的美国人，他们20、30年代在厦门，或者在龙岩，福州，所以我找到他们的，采访他们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些美国人，他们都讲的闽南语，没有一个讲普通话，都讲闽南语，很流利的闽南语，很有意思。所以他们给我很多老照片，比如说你看这个，这个照片，你看这个孩子。他去年就出世了，3代美国人在鼓浪屿，这是他的爸爸，他还在，还在。我采访他和他老婆，他们给我很多老照片，这是老照片他们提供的。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油画家，很有名的。后来发现他在鼓浪屿出生，鼓浪屿长大了18年在那边，所以他的后代跟我们联系，给我一些他的照片，这是他8岁的时候画的。一些照片呢。
厦门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也是一个很早就开始国际化的城市。清初的海禁政策再次阻断了海上贸易，于是商船改在厦门和周边的偏僻小港进行东西洋贸易，厦门港很快取代了粤港发展起来，成为东南沿海最重要的贸易大港，闻名海外。五口通商之后，鼓浪屿成为了万国建筑博物馆。2008年，鼓浪屿开始向联合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福建第一位获得永久居住权的外国人，潘维莲为鼓浪屿申遗编写了宣传手册。我看到一个传道的写信，他说100年前鼓浪屿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一平方英里。后来我看到三本书也这样写了，我说怎么会那么，怎么鼓浪屿那么小的一个岛怎么会全世界最有钱的。后来我开始研究了，发现就是闽南，厦门的特别闽南的闽南人，就是几百年外国人觉得这是最好的地方做生意。一个是港口好，但是主要的是人，就是人，外国人，其他的中国人也说一样，闽南人没有排外，他们欢迎人，中国人外国人都来到这边都很欢迎，就是做生意他们就很高兴了，也所以他们说这边的福建人，那是特别是闽南人，几百年就是思想非常开放的，有一个国际的思想。这个也可能是因为1000年前我们就是还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另外一个说他们很诚实的，他说不用签一个协议，他说他们说要做什么我跟说就行了，不怕，所以非常棒。老外联老外这里不仅有天然优越的港口，还有思想更开放、性格更进取的人们，这些都使得它对国际航海者充满吸引力，这也让厦门变成海上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枢纽城市。2011年11月，一艘名叫厦门号的帆船从厦门五元湾起航，船长名叫魏军，他要与其他7名船员一起驾驶着15米长的无动力帆船，不经过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等人工连接海洋的通道，按着古老的航海路线，沿着地球的地理形状绕行一周。那个时候就是人们在航海的时候他没有海图啊，他纯粹是靠这个看星星、看月亮、看太阳，就这么走。那我们今天就是有 GPS 告诉你前面有一个岛的时候，你还有点提心吊胆的时候要注意点。那那个时候的人们什么都不知道，他就这么有勇气去这么一直走下去，不断地发现这么多的地理发现，所以我有时候在想，那个时候的人这个是真的是很伟大。我们到了一共是13个国家，华侨华人是非常多，去了只有在智利的合恩角没有看到中国人以外，其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中国人的，而且我们的商品是遍布于全世界的。现在是8月10号的早晨7点1刻，我们到达了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市。
315个昼夜，四大洲，三大洋，历经23000多海里的航行。2015年9月14日，厦门号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夏津海域，完成了这次海丝之路的体验航程。当我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上了码头跟我说了一句话，说的你可以去死了，就是意思说你已经这辈子已经是很值了，已经都。所以我就想，我们应该把这个东西呢交给更多的孩子，让他们也有这种通过海洋去看世界的这种能放开的这种眼界。就像我们写的那个，在我们俱乐部里头那个教材那一句话叫，当你升起了船帆，你会看到整个的世界。从福建的港口出发，丝绸、陶瓷、茶叶走向世界，让许多地方的人们得以借助它们去想象一个伟大文明的存在。从那一刻起，港口在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上，让福建和世界建立起息息相通、休戚与共的联系。苏东坡就说过一句话了，为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对吧？闽的这个特殊的地理条件啊，这个滨海啊，这个海岸线曲折啊，港口群的多元性啊，其实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啊，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海洋文化外在的成长的空间。最重要的还是什么？最重要的还是有着这么一群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更好，是什么不知道，但是愿意拿自己的命来拼，这样的一群一个族群，然后才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人类的海洋史上，谱写出这么一部啊可歌可泣的海洋史话。在时间穿过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后，有1500多万的福建人分布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这里就是他们的祖先和他们共同出发的地方。相隔大洋的对视，同样向往彼岸的期待，在过去一次又一次的重现。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未来，这个年轻而古老的故事正在成为未来。